自立自行相关得全国第五名以及台南县第一名曾清真老师，哎，麻烦林老师麻烦进出桌点。第三位曾清真老师指导学生参加书法类科相关竞赛，荣获全国第五名。张子聪张老师指导国语文国语演说，荣获指导学生荣获第一名。吴孝林吴老师在自立自行方面指导学生荣获第一名。李玉冠李老师在朗读部分指导学生第一名。于嘉芬于老师指导闽南语演说部分得台南县第一名。曾心怡曾老师在作文方面国中组得台南县第二名。赵玉玲赵老师闽南语部分得第二名。李元珠李老师在高中作文方面得台南县第三名。翁淑颖翁老师指导外交小尖兵荣获全国第六名，麻烦张老师出列。